毕淑静在看李玉玺亲女生的时候会很吃味，好像很吃醋的感觉。所以我想要问一下毕淑静，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情绪去演这一个电影？你对 Dino 是有爱的吗？其实是有的，我们是好兄弟、好哥们。然后，其实我也就是打不下去，也亲不下去了。对，就是他把妹的时候。平常我的心态就是比较像是他又来了的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所以大家不要误会。是是是，那Dino你怎么说？你有感觉到他有爱的电波吗？我个人是觉得他爱我了，是不是？I told you， 没有啦，就是他对我的爱其实就是一个兄弟之间的爱，然后怎么做都是觉得是为我好这样子。是，对，所以就是画面上可能看起来他有点暗恋我这样。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好吧，好，就这样。B 应该是跟你有一点火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还不能多讲太多，对不对？ B 你怎么很狐疑的眼神？你是忘了吗？因为他以为他是跟我有火花对，完全都是你 Dino， 对不对？ OK， 谢谢小美。谢谢小美。你现在连耳朵都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导演给两位男主角打几分？他们哦，满分。他们都超过满分了，其实两个都超出我的预期。静跟李玉玺嘞，哇哦！卖座的话，我们下一步就叫有一种 BL， 好不好？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可以吗？